2500瓦这个发电机有什么作用呢？平时因为在起格的电池不够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插风一台发车，大概用到6个小时左右，就是加满油。这个油箱是2.5升的，加的是汽油，然后售价是3800块钱一台。这个其实这两天你到时候试下来，这里就烂2500瓦，烂半车就行。我一直是。谢谢，我是乱开的，那你就是乱给你玩的。你动了，东哥，来，关关了啊。3700块钱，这边3700块，3700块。